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晶晶姐姐来喽！哇，今天的太阳好大啊！汪汪队又开始了他们每天必须要完成的巡逻任务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Go！ 队长阿奇先出发喽！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前方到达加油站，加个油吧，出发！汪汪队，汪汪队，我们解决困难，无论大小麻烦。哇哦，到达游乐场！哇哦，呵呵呵呵，好高啊，呵呵呵，太好玩了，哇哦，好美呀，注意安全哦，摩天轮比较高，千万别摔到了，呵呵呵呵，看来游乐园一切正常，再往前面看看，汪汪队，汪汪队，我们解决困难，无论大小麻烦。哇哦，到了动物园，嗨，可爱的小企鹅们，今天要开心哦。哦，嗨，你好。哦，天哪，你也太凶猛了吧！你心情应该是很不好了。嘟嘟，报告总部，动物园一切正常。滴滴滴，发生警报。嘿，你好，这里是汪汪队总部，我是莱德队长。喂，你好，游乐园这边发生了重大的安全事故。有一只猎豹在道路上到处奔跑，还在损坏游乐园的各种设施，把人们都吓跑了。好的，这边马上会派汪汪队过去的。啊！糟糕！救命啊！我害怕！啊！救命啊！阿奇，呼叫阿奇。请你迅速赶往动物园。阿奇收到。冲！哎，笼子都空了，糟糕！糟糕！有人员伤亡，呼叫总部请求增援。总部收到，毛毛，请开车立即赶往游乐园。毛毛来喽！毛毛加速，到达现场，先救助受伤的人员。一位伤员，两位伤员，三位伤员，四位伤员，五位伤员，全部救助成功。执行任务，呼叫总部启用天天直升机。天天来喽，狗狗要飞上天啦，跳。狗狗要飞上天啦，发现目标，破网。他跳下去了，毛毛、阿奇，你们快拦住他！收到。啊，他跑过来了，怎么办？莱德队长、汪汪队，你们快想想办法呀！汪汪队全员出发，堵住猎豹，挥挥。
溜马，呜，跳，小丽，呜，汪，跳，呜，发现猎豹，请把其他出口堵住，呜，溜马就位，哇，呜，小丽就位。报告队长，成功抓到猎豹。好的，我看到你们了，这就来。猎豹，快进来吧。集合，一起把它送到动物园去吧。汪汪汪！出发喽！小猎豹，你要乖乖的哟。哇，猎豹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动物园。汪汪队今天表现可真棒呢！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汪汪队吗？留言告诉我吧！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